好，这一题题目他说，假若这个式子呢代表的是一个圆，是求 k 的范围。什么叫做它代表它是一个圆？我们一开头有讲过圆的定义是什么？给你一个定点叫圆心，然后呢有一个移动点，移动点到圆心的距离。 叫做半径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这个半径呢又有三种可能。如果你算出来它是大于零的，那就表示它们之间是有距离的，所以它就叫做圆。看得到吗？看不到，那我写小字一点，它就叫做圆。好，那如果半径等于零呢，就代表这个移动点跟圆心它们两个之间没有距离，所以它代表它是一个点。 那有没有可能啊小于零？两个人之间有没有可能没有距离到没有距离是零哦？有没有可能到负的距离？负的距离是怎样？骨灰融在一起吗？摩 n g 吧，所以它就是不存在，对不对？都变骨灰了没？所以就不存在了。今天他说他是一个圆，所以是什么情形？就是他要。 有半径，这种它要有半径。那要有半径的话呢，有两个方法。第一个叫做背公式，本人常常记不起来。第二个方法叫做配方法。好，那我们就先来。为了配合你们很喜欢背公式的人，那我先带公式，把这个式子处理一下。为什么要处理？因为我记得圆。 这个开头系数一定要是一，所以我要先做一件很重要的事，叫做除以二。咦？好，除以二之后呢，就变 x 平方加 y 平方减 kx 加 y 加一等于零。好，除完之后呢，乃它的系数。 奇怪，今天怎么好像是空气太湿吗？不太受控制。x、欸、开始平方的系数叫 a，y 平方的系数呢？然后 y 平方的系数是 c，然后这里呢是 d、e、f。那因为 a 跟 c 通常都是一、e,，所以。 因为它是圆嘛，所以它一定要是一、e，然后没有 b，b 的话它是 x y 的。好，那这个可能后面会有用到。那那不管，这边就是 d e f。好，那我要带公式的话，就是拿出我的判别式来。哎呀，我的判别式呢，就是 d 平方加一平方减四 f。那我们刚说了。 它要是圆的话，半径就是要大于零，就是我们的这个判别式呢必须要大于零，来带进来就好啦。负 k 的平方加一的平方减掉四乘以一大于零，所以 k 大于。嘿嘿，我突然发现，想说奇怪数字怎么可能会这么的奇怪？来这边 f 啊。 我刚忘记除以二分之一了，不要叫我重写，好不好？我没有这么有耐心，发现了错误改就好了呗。来，f 四乘以二分之一，好，k 平方加一减二，2, 所以就变减一大于零，所以 k 平方大于一。好啦，k。 大于一，或者 k 小于负一，好，就长这个样子。OK，那我刚有说，除了这个方法之外，还有一个就是配方法，那就看你喜欢不喜欢。买配方法一样也是要先除一半。 但是配方法有人就会说，因为有个 k，所以会比较讨人厌。那就是看你自己啦。那我就把它写一下，你可以看就看，不可以看就结束这个影片没有关系。好，那这个呢就一样，x 的系列留着，y 的系列留着，常数丢到另外一边去。来，这里 k 的一半平方，这里呢一、e、的一半平方。 这两个要给人家补回去，所以加四分之 k 平方加四分之一，这个就是我们的半径平方必须要大于零。好，处理一下，四分之 k 平方加一减二，2, 所以就是减一要大于零，所以 k 平方减一大于零，一样的、啊，是不是 k 大于一或 k 小于负一？1? 好，是不是一样的答案？ 所以哪一个方法你觉得你比较喜欢，你就用哪一个方法。像我是很讨厌背公式，所以我就会选择配方，反正就是配方、配方、配方就可以算出来了。